那因2023澳门演唱会官宣延期，因健康状况无法如期参演，此消息迅速登上热搜。大家好，我是那英，将在10月1日、2日在澳门的新濠影汇举办个人演唱会。那英演唱会澳门站宣布延期，一月内两次因健康问题取消公开活动。那英作为中国乐坛的巨星级人物，凭借其深情款款的嗓音和深入人心的歌曲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追捧。近日那英真的是多事之秋，先是刀郎新歌的问题，网友们都怒骂那英，将其推上风口浪尖。哎，怎么能够屏蔽他们骂我呀？你不要难过，你看看下面怎么人骂的我，你看看现在还有呢。再加上好声音李玟事件，那英姐妹更是被推上舆论的制高点。在好声音被爆出多种黑料之后，那英就深陷好声音的舆论漩涡中，备受网友吐槽，现实缺席上海春浪音乐节，如今又延期2023澳门演唱会。有网友爆料称，门票太贵，最低价格688元，最高达5400元一张，更甚者说是网友抵制的结果，5000张门票降价都卖不完。更有网传澳门演唱会门票打对折都无人问津，难道往日歌坛一姐真的要凉凉了？但不管怎样，还是希望那英就这些舆论回应一下，毕竟还有很多粉丝想知道真相。其实很多人都清楚，按照那英的性格，如果这些爆料都是假的，那英恐怕早就站出来回应了吧。放他妈个屁，这简直是危言耸听。毕竟他一直敢做敢说，不理解为何这次却沉默了，看来那英还真的是遇到了磨难啊。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，我一定说。那英演唱会延期的消息让不少歌迷感到失望，然而大家也理解并支持那英的决定，因为安全和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。最后引用上海春浪音乐节接受那英缺席的安排的一句话，我们都期待直爽温暖的那姐可以早日康复，用100%的舞台表演内容感动所有支持她的粉丝。对此你又是怎样看的呢？你期待那英的演唱会吗？欢迎点赞留言讨论。